陀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、宋建哲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祖师师尊是佛遗盘，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设置村正安宫，一贯道神元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陀水库风景区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。天坛吊桥建筑外观，一二三四五楼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，武圣宫镇安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台南艺术大学湖山民国九十八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，天坛道场活动照片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参访联谊、厨房餐厅、庆典活动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、是世外桃源、开荒、名产、有产菠萝蜜、道场活动照片、特色感想、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，特色慈心亭弥勒园，义和圣堂是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入道之门及显圣道场，中国传统宫殿式三门特色及对联，由道亲期望圣誉贤观，慈心亭弥勒园三千六百圣四万八千贤捐款兴建的，入道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三门特色及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期望圣誉贤观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四万八千贤，台南艺术大学武圣宫三头水五大菩萨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，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陀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
民国九十八年落成启用，一贯道神元山庄开荒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，英文未定白，佛已白，参访联谊，建筑外观，庆典活动，慈心重要网站，展望山门，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，是世外桃源，台南艺术大学名产油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天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建筑很宏伟，厨房餐厅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供奉五大菩萨，刘道亲民国九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开荒慈心亭弥乐园，道场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参访联谊入道之门及显圣道场，重要山门特色及对联，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，期望圣誉闲观，名产三千六百胜，四万八千贤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乐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显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闲观，三千六百胜，四万八千贤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牌，大智大愿佛仪牌，菩萨，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，附近设置山门武圣宫，附近设置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天坛创建吊桥陈前人一手大楼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关田乡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九十八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，弥勒祖师道场活动照片，观世音菩萨像，参访联谊，史迹馆，庆典活动，师尊师母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油产菠萝蜜，老前人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前人像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正刘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乐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显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一贯期望圣誉闲观，圣堂简介，信徒三千六百胜，四万八千贤，佛仪牌，建筑外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弥勒园山门武圣宫，
附近社子村镇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湖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、1、2、3、4、5楼及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、五圣宫信徒作品、供奉五大菩萨、英文未定版、国语版、1998年落成启用、建筑外观、开荒、慈心亭与弥勒园、道场活动、山门、五圣宫、附近社子村镇安宫、参访联谊、台南艺术大学活动、湖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、天坛、吊桥、1、2、3、4、5楼产及有产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、特色感想、五圣宫、义和圣堂供奉五大菩萨建造的，1998年落成启用、建开荒、国外佛堂、宫殿式道场活动照片、由道亲参访联谊、同心建成、庆典活动、慈心亭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菲律宾道场简介、款兴建的山庄风景、是世外桃源、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、名产有产菠萝蜜、特色及对联、特色感想、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、建筑很宏伟、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、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、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、大慈大悲大智大愿、慈心亭弥勒园、由